陳志全不要忘記跟著陳志全說，因為我都提了很多關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事情。這個是常識而已，主席，因為這個講堂實際上不學無術的人太多了。講兩個公約，我覺得陳志全議員呢就是不明白的。凡是簽署國是可以說明某一條嘢呢，我即是某一條例，某一條文是說我不保留，我保留，我不簽都得嘅，冇人限你嘅。即好似港英政府，你話叫佢殺人普選，我真係殺咗佢啦，哥，咁啊唔做，因為我係殖民地嚟嘅，唔做，冇人話佢嘅喎。所以而家蕭規曹隨，到呢一個回歸之後，咪繼續咯，冇嘅。嗱，只不過就係因為呢，我哋而家中共政府即係中央政府啦，就話我會俾你啦，咁我哋先討論。因為如果老實講，你根據呢個國際嘅政治權利嘅公民權利公約，根本締約國都無需要做呢樣嘢嘅。所以你話根據國際標準就嘥時間嘅。所有嘅呢一個權利嘅爭取唔係靠條約，係靠條約精神嘅鼓勵而去爭取。嗱，所以呢個問題上面呢，大家唔好即係喺度亂搞。經社民大部分，即係我哋香港呢，經社民呢個嘢即根本就冇簽嘅，嘥時間。嗱，喺個問題就係咁啦。講返陳志全議員嗰個問題，講人權嘅問題。呢、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無論係劉江華因為譚志源兩個人貴人事亡，點做咗咁多嘢？大部分呢就係、是、靠一個方法去做嘅，做咗就一勞永逸㗎啦，就唔使佢兩位嘅，佢叫做人權公署或者人權委員會，由政府去俾錢，好似平機會咁，叫一個人，佢嗰退休高官或者阿林焕光咩都好，唔撈啦，唔做你陳阿梁振英份工，跳返去第二度做，出嚟做咪得囉，佢會去由政府俾權佢 overlook 晒所有嘅嘢，唔得就同局講，呢、這個局唔得就同佢講，咁咪可以對應走去呢個人呢、這個日內瓦嘅人權會議嗰度講個修正案。梗係啦，大佬啊，咁你咁容易做嘅嘢都諗唔到啊！而且我哋主席問緊你講緊邊個修正案？所有嘅修正案就係講呢個全年又得，副局長又得，局長又得，先講局長同副局長。嗱，局長嘅職能咧就係要做曬佢嘅嘢，副局長咧就係佢做唔到咧，局長做唔到咧就副局長去做，政治助理咧就扯皮條嘅啫。即係個意思就點樣咧？就係聯絡各方人馬。就陳岳鵬咧，我一間就減佢半年嘅啫，因為佢最近對我都幾好，我打電話俾佢有應嘅，即係十一二點都打翻嚟嘅，呢、這個真係稱職嘅，呢、這個飲醉酒都打翻嚟嘅，即係就事論事。嗱，主席，我今日喺度講唔係浪得講嘅，淨係我講，譚耀宗議員就最知噶啦，不過佢又唔會講啊今日。我成日都講喂，個人權委員會喺邊度啊？人權公署喺邊度啊？你做啦，係咪啊？你使乜咁煩啫？揦屎上身啫？所有嘅人都唔會，個政府係自己話自己有冇實行人權㗎嘛？呢個國際慣例嚟㗎啦，係冇人權部部長㗎嘛？係有個人權委員會由政府認可去監察政府㗎嘛？呢、這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嘅。你叫佢 NGO 又得，叫佢乜都得。喂，一個咁嘅建設。特區政府簽咗呢條例，有啲係剔咗出去，有啲冇剔出去嘅。我而家唔長列。好啦，咁你咪整個咁嘅處咯。你兩個局長係要建議嘢先得噶嘛。咁你而家陳志全議員就話：喂，你兩個局長冇長。我而家其實老實講，都係即係我話佢唔做嘢都出謀獻策先。話喂哥，我講咗咁多年，你點解唔做呢？呢個一次就解決曬成個問題，所以。我唔俾錢佢係抵嘅，做得到佢嘢點解唔做呢？咁你梁慧卿去到嗰度鬧就唔係鬧你啦嘛，鬧嗰個人權委員會嗰度有啦嘛，係咪？做唔到應該做唔到啫。如果你個政府真係咁差，人權委員會嗰度幫手鬧埋個政府，咁你真係抵死啦。所以有個公道嘅做法，我哋成個政府嘅體制係要向前行嘅，
唔係話我喺度講嘢咧，就喺度一味鬧佢哋。嗱，你講完呢度就算啦，你都明咗就算啦，係咪？即係唔好再講明咧，又話我重複。其實老實講，我冇真係冇重複嘅。人權委員會呢個概念冇人講過嘅。如果行之有效嘅就係個國家，將來都可能會做嘅，係咪？嗱，我唔俾錢阿局長，即係當然係好多嘅原因啦，係咪？嗱。局長揀人揀錯咗，揀咗劉江華咧，呢、這個就應該係佢要負責嘅。咁就即係忽開劉江華嗰邊咧，因為我要證明劉江華唔得，先至佢係要揀錯幕僚，揀錯副手咧，係對於一個領袖嚟講咧，係會死亡嘅。話俾你聽，毛主席揀咗林彪做副主席咧，都差唔多死亡。咁而家佢揀錯咗劉江華，就一定係死亡。咁劉江華議員雖然而家我唔係好鍾意佢，但係即係佢人傳即係唔喺呢個會議好耐，我都費事攻擊佢。其實個原因係點樣呢？就係劉江華議員係從來冇係以呢一個為官嚟做佢嘅從政目的嘅。咁佢落選咗叫佢做，你即係監佢死，因為佢本身係監察政府㗎嘛。以前而家你就叫佢同政府維護嗱呢、這個。錯咗喺度咧，咁類似到劉江華議員都唔知做乜嘢好。咁呢個譚志源咧有一個問題喎，又係官場術嚟嘅喎，由第二度調過去，又做咩咧？主席又係嗰個特首辦有關，你喺度搞咧？喺個少林寺嗰度行翻出嚟，咁我問啦，譚志源，第一，佢以前有乜嘢做過？我今日要刪佢嘅嘢嘅咧嚇，《基本法》。基本法佢識嘅咩？佢唔識㗎嘛。其他呢個內地事務佢唔識㗎嘛。政制佢唔識㗎嘛。咁你一空空降落嚟，人權唔識，政制及內地事務唔識，呢、這、一個其他相關嘅基本法唔識，咁你話佢點去統率呢？嗱，佢做唔到嘢，所以點解呢？我有啲就唔減佢，即係唔減曬佢呢，就係個意思就係話哥，你叫一個人去做嘢，佢都不能夠稱職嘅。咁佢又係皇命所在，唔嚟唔得，咁就減少啲囉。但係個問題呢，我哋有冇個方法呢？我覺得財政預算案第一要咁樣嘅，減少啲人工就減嗰、那個逼佢做嗰個局長，我就又減返落嚟賠俾佢就最好啦。而家冇啊，咁就算數啦。其實我嘅講法就係咩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之遺物啊，點解加內地落去呢？就係、是、我哋睇到同內地嘅往來係越嚟越多啦。嗱，主席，我哋睇一睇，我要減去嘅四大內地辦事處啊，成都、上海、武漢、北京。嗱，呢四大嘅辦事處咧，有一樣嘢咧就不約而同嘅，就係、是、小弟咧，啊主席，我都彈過啲 case 俾你啦，即係俾人強收房產，係咪啊？咁我彈咗俾你，你又彈俾人哋，咁呢、這個咁嘅喺北京嗰、那個內地政制及經貿辦事處其實係包埋啲嘢㗎，因為我哋唔能夠話俾我哋中主國聽，我哋同佢有政治關係㗎嘛，哥，係咪啊？所以即係等於以前嘅新華社一樣，你係唔可以話俾港英政府聽，我有個另外嘅政府喺度，咪叫通訊社咯。咁所以其實你擺得呢一個經濟貿易處喺度咧，其實喺某個程度講咧，就有個衙門係令到喺內地從商或者經營或者係有咩糾紛嘅人咧，其實就有一個辦事處咧係處理嗰啲問題嘅。喂阿哥，你估真係淨係講經濟啊？好啦，有冇處理過呢啲問題咧？十居其九喺各大政黨嘅個案啊，即係各大政黨所喺呢個區議員嘅夾萬或者所喺個立法會議員夾萬嘅個案，我話你聽啊！最少40%係呢啲個案。好啦，主席，我問你啦，你加唔加得俾佢啊？佢做唔做到嘢啊？所以做唔到嘢嘅時候，所以我咪要即係將佢嘅全年預算開支係減咯，係咪？你可以減，其實呢更加細緻嘅做法呢，就可能減一半好啲嘅。
即係疑中留情啦，而家最興呢句說話啦，係咪？嗱，所以呢點上面咧，我係有所本嘅。其實內呢、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駐各地嘅辦事處，最好嘅改革機會咧，就係話唔係純粹經濟貿易辦事處嘅。咁但係既然安咗個名喺度，有政治嘅難處，我係明白嘅。但係老實講，施政就係唔係講名啊嘛，係你做嘢啊嘛。咁如果呢四個嘅辦事處係能夠肩負呢個責任，或者係佢係有一個分部係做呢一樣嘢，係向立法會負責嘅咧，老實講，俾多啲錢佢得，因為實際上面隨住呢一個交往嘅多咧，一定係發生多嘅嘢。咁所以我唔講呢度啦，四個佢哋做得好辛苦，除咗北京係唔啱嘅嘛，四合院係應該即係斬佢嘅。嗱，好，咁而家到咧就係、是。講另外一樣就是、推廣基本法嘅問題。主席，係修正案編號784、785，黃毓民同埋梁國雄議員，即係小弟啦，係嘛？咁就講咧，就係話咧，削減大約於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用作推廣基本法的全年預算開支。OK， 明冇？嗱，點解要咁樣做呢？就係、是、推廣基本法要得其法也，佢原身就是咩呢？就係話，主席，我哋細個讀書有一句嘢就係話，帶着問題去學，係咪？就唔係話你就咁樣講成本法例由一教到尾，唔係咁樣教㗎哥，你教個書先因材施教，帶着問題去學，學生就係咁㗎啦，或者用家都係咁，為我唔識嗰樣嘢對我有用咪學啊。呢、这個推廣基本法，呢、这個推廣基本法，我就觀察過嘅，係聽命令嘅，即係話要咁就咁。所以其實出現咗啊陳志全議員嗰啲啦，擁護基本法，其實講擁抱基本法咪得咯，抱係睇到咁黑，擁點擁護啫？咁呢個字眼冇意思嘅。嗱，所以喺呢點上面咧，我點解 cut 佢咧？唔係話唔應該去。推廣基本法，推廣基本法不得其法，而係咧當係教書咁樣，好任務咁樣。喂，主席，好簡單，講呢一個政制嘅問題，你去推廣基本法，你去推廣基本法嘅時候，你係點樣推廣嘅呢？係咪？你梗係將呢、這個好簡單，區議會舉人選舉嘅時候，咪講區議會嗰部分咯。是咪啊？立法會選咁立法會嗰部分咯，你咁樣做噶嘛？你唔係覺得舊嘢咁樣做，一個晚會做得啲乜嘢呢？所以你引筆啊，整支筆我使啊，我而家用緊嗰支筆寫稿啊，係幾好寫啊？有乜意思啊？所以喺呢點上面咧，不得其法，其實就係我認為就副局長同局長督導不力而已，下面嗰啲人又唔想辦法。其實老實講。主席，只要呢、這、一個只要呢一個推廣基本法委員會叫四大叫八大護法，即何謂八大護法？即係九大護法啦，就係、是、基本法委員會嗰九個人各自寫教材，然後用呢個電腦嘅卡通漫畫。寫個九個劇本出嚟，我真係老實講，好過好多。大佬，你睇過呢個蔡志忠講嘅漫畫莊子入曬腦噶嘛？你點會係咁樣派本書俾人睇？佢九個人都成日講意見嘅喎，梁愛詩成日講嘅喎，點解唔能夠匿文啲咧？即係個意思就係話，點解唔能夠從呢個市民語言嘅語言去講，同市民可以了解嘅去講咧？係咪啊？所以喺呢啲咁全部嘥錢嘅，搞晚會啊，一本正經咁樣，即係好似教書咁係冇意思嘅。所以喺呢點上面咧，如果你唔刪咗佢咧，佢係即係絕對係唔會有改進。換言之，主席好簡單，喺我嘅講法裏面，我都未講曬嘅其實。我認為推廣基本法嘅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由舉一個例。由九個護法去答所有人嘅問題，即係好似盧扶博士有冇睇過啊？
有冇睇過老婦博士啊？一個女人係專講性嗰個咧，每晚晚晚晚喺美國嘅最受歡迎嘅 ABC 嗰度答性嘅問題。咁你九大梗係唔答性嘅問題啦，九大護法就任你去問啦。咁你咪搞掂咯，係咪買時間啫嘛？梁議員，你呢個把酒當歌咁悶，咁悶都有人睇啦。梁議員，請你停。